金晨李斯丹妮瓜，有粉丝建立了金晨李斯丹妮分手 bot。 从粉丝分析的帖子可以看出，金晨和李斯丹妮多次被狗仔拍到一起回家，两人找所有可能在一起的机会聚会。除此之外，二人还拥有很多同款，比如鞋子、衣服等。但是这两人不都是女的吗？金晨那么多恋情绯闻，也是值得不能再值的女星了。你怎么看这一对？